咧十点的时阵，咱要来播这个露珠啊吼，所以有听到的来宾，甲无听到讲者吼，啊，若有听到的，小注意一下时间的哦。等下十点，嘛是咱的这个群星综艺台秀的节目吼，啊，完毕了后咧，就拄啊好是十点。对啊。所以的时阵咧，要播露珠，希望咱的好朋友咧注意一下时间吼。啊，拄只咧，阮今日请到唱歌的之余，拄只安排一首非常好听的《红豆》。红豆主头姊妹，就干那《红豆》两字是国语呢，剩咧全部拢是台语的呢。是啊。嘿、hey, 喂，你唱歌的时候，我内面刚唱着红豆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诶，问红豆，思念是啥花？诶，现在歹唱，问红豆。哦对啊，问红豆就足奇怪对吧？对啊。啊，那问乌豆、问绿豆、问蚕豆，嘛拢未使啊吼。所以你看，卖人作词作曲者是真多厉害厉害。啊，伊可能要倒迄个押韵。倒迄个押韵，所以你看伊个歌名就直接很红豆，对哦吼。所以呢，后边又不用怀疑哦吼。就是红豆，就是红豆吼。然后红豆一定爱唱国语的哦。系啊。问红豆就足奇怪的，所以就无唱红豆哦。诶，所以有当时咱会当加减学，你知无？对啊。咱买当点七哼八。那么我就马上写出一首歌，一首歌啊，真的呢，对啊，所以你敢会？我袂晓。你袂英英的底下哼歌吗？袂呢。你扫涂骹袂唱歌？很少。啊，不是，很少扫涂骹。然后来，恁较好命，恁有扫地机咧扫有无？吼，然后扫地机咧，你嘛袂哼吗？袂。我会想讲，到底是当时在要？哦，是安尼吗？紧溜溜的啊，紧紧的。所以嘛，免洗碗。哦，洗衫洗衫机洗，哎呀，妈妈叫我，所以你要免创啥物，洗袂清气。哦对，我妈妈每即个早起来就好笑，以前我拢会伫遐讲安尼，讲后盖做人的新妇，你得碗拢甲弄破，经过三工了后，你大家就甲讲，你从此以后拢免洗碗啊哈，不用啊哈，连倒的碗拢破了呀，哎，你就免洗碗安尼，然后厨房尽量煮哈，啊，落较咸的安尼哈，过来嘛免煮啊，我过来就爱洗油去啊，我要。开玩笑的啦，人迄真正毋是安尼讲，但是讲哦，若讲袂晓，就拢免做安尼啦。但是即摆真正袂当，逐项拢袂晓啊。咱即摆拢吼，即摆囡仔拢大家拢都成熟的啊，读书都拢住在外面啊。系啊。啊，佫袂当三餐老师在外啊，所以自己当爱加减学，所以也是爱加减学安尼。所以但连讲若有机会，无一定你也拄仔咧唱歌时，哎，我想到即阵咧唱歌，你遐雄雄吼，因为即摆查某囡仔，大家读较拢在咧想啥安尼哦，放空。啊！一上手机的时候嘛，唱歌唱歌，嘿，所以你都爱听的啊。我最近为什么在唱歌呢？我想起来呢，啊，我抄起来，写起来，哈，啊，以后就一首歌曲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弄破碗，对吧？一条歌名叫做《弄破碗》。好，来，今晚继续要安排什么歌？《思念来照过》。好，来，《思念来照过》，欢迎自己演唱。
思念是啥货？绑着你我带走的情话，一夜又一暝。赚钱赚到苦，看到你的招财有进步哦，谢谢。人家讲喝酒，别忘带。